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贩卖机玩哦。哇哦，我们看上面有 Polio 按下它，有灯光音乐。里面有咖啡、牛奶、果汁、汽水。我们把硬币从这里投进去，买一瓶牛奶。Thank you. Welcome to come again. 哇哦，牛奶出来了，上面是小爱哦。再买一瓶果汁。哇，果汁出来了，上面是罗伊。再买一瓶汽水，咖啡。Thank you. Welcome to come again. 哇，竟出来了两个玩具蛋。我们看这个是变形金刚大黄蜂哦，擎天柱。里面都是可以拼装的公仔哦，变形金刚里面的公仔。看完了它呢，外壳就可以当做笔筒使用了。能装很多文具哦，哇！里面的图画更逼真漂亮。这个就是笔筒啊，里面有两大包糖果哦，糖果小朋友们尽量少吃，因为对口腔牙齿不好哦，会伤害牙齿。这面有玩具的拼装方法，我们拼装一下看看是谁呀。他的动作好动感呀，眼睛是蓝色的。好了，完成了，看看上面，是上面的谁呢？我看到了，应该是这个最后一个。哇，把它放在我们的书桌上面当做摆饰，很棒。接下来我们拆另一个了，上面的是谁呀？小朋友们有认识的吗？哈哈，我只认识里面的大白超能陆战队。对，大白就是超能陆战队动画片里面的动画角色。哇，里面的图画我们要看一看，好漂亮啊，是笔筒哦，又是两大包糖果，
瓶装我们的公仔。装反喽！哇，动作都很动感，很酷哦，是一个男生。小朋友们看到他了吗？啊，我一眼就找到了，就是他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